你叫啥名字啊？王志涵，你来说普通话，他听不听？哦，我是老川。老川。喂。你爸爸。对，我在这个剧里面演你爸爸。大的锅。对，大的锅，你要看看里头有啥吗？陈啊，弄不动了，锅得再买。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油吗？不知道。你要上了油之后，这锅就不锈了。哦。你知道锈是怎么回事吗？锈就是坏了不能用了。差不多一个意思。这边是劈柴的。对呀，劈好的柴，这边是劈好的柴。一会儿我们等会儿，中午就生了火做饭啊。这是酸菜。对，这是白菜。这是妈妈。你不知道她现在就七岁了。七岁。天没教的，天没教的。七岁上学。我就是老四。没事了。哎，奇怪了啊！你帮我拿点水好吗？会吗？这个。对。拿这个再来一点。这是干净水吧？嗯，干净的，这两缸都是。我在家帮我妈妈做过饭。是吧？那你记着，拍戏的时候，你妈妈在干活的时候，你就帮你妈妈干活哈。啊，这个好吗？切菜我也会。切菜，切菜你现在不可以。现在不行，太危险了啊。嗯，我不经常吃切菜，我经常洗。水果，洗水果啊、哦嗯！那以后这活交给你了。帮妈妈压面。压面哦。什么面？压面。好吃吧？嗯。嗯，你把它扔到客厅里去。嗯。你给大家分着吃。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老陈去城里太久了，人家里的火都不会点了。去城里太久了，火都不会点了。老陈在城里待的时间太长了。老陈在城里待的时间太长。时间太长，太长了，太长了，连火都不会。连火都不会省了。不会省了。生火也可以，农火，我们这边叫农火。农火。叫什么？农火。好久都没和面了，和面真的是得吃力，吃力对，吃力。就现在这样就可以弄锅了是吧？烫锅了。没有别的了。对，稍等，就是、我把那个切完了以后，我定定神儿再查。我运一下气，这样不是他加一点感情，然后就让他们让对。哎呀，我们这个花花绿绿的，不给拍一张照片吗？我们家过年的景象。我们家过年的景象。对。然后这个盆儿可以帮我拿到那个。这水不可以放，我刚刚倒了吧。那这个是吗？就放在一边就可以。把这水都全部调上去，差不多了吧？再来一点，我觉得太大了，锅太大了。第一次用这种大锅耶！香槟，现在就放进去。哇，太过瘾了！
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舌尖的那感觉嘛，怎么样？那要不要过一下？在最后放在那个锅里来的，哇，这太过瘾了，一大锅哎！来，下吧。太过瘾了。你要不要炒两下，感受一下？哇，这太过瘾了，这感觉。够够了吧？好多人都吃完了。够，没事儿。嗯。多多，有一大坨呢。这真是童子功，多少年不敢，都不带忘了。对。这两天童子功。童子功，从小就学。我们家人都不让那个，能让能做的时候都得自己做。内蒙哪儿？啊？内蒙哪儿？呼和浩特啊。哦。哇，好，好厉害！哎，真好到。面真的。没事，不难做。要不然蘸，今天还是有点那个什么。这锅里烧的啥呀？可以吗？都行。你再来点。锅不行了。那个芹菜可以放了，哦，火有点差点意思了。很好。你是面是后下是吧？还是先放？那芹菜可以放了。我们听了。哎呀妈，这啥？芹菜，芹菜汤。火可以呀、啊，老陈。哇，你的火。这连水烧的旺旺的。哎呀，这火太厉了。葱最后撒。啊，我就。蒜，我觉得我这会儿撒进去了啊。啊，蒜可以撒。蒜可以的。还有生蒜，你说。这桌子擦了没？我头毛巾，头都忘了把桌子擦。哎呀，好过瘾啊！这可以。太过瘾了。装不下。耶。可是你要全捞出来吗？啊、不用吧，够了吧？够了哈。我觉得够了。有那个凳子吗？凳子有，放这儿，搁这儿行。那我不让你洗了。啊，洗完了。做饭实际上它最后好吃难吃啊，就是实际上是那个盐的控制，这个盐的控制特别好。嗯，你盐你少了，它没味，没味道。你多了以后，来尝尝。对，你多了以后，哎，快吃，快吃，快吃。嗯。这西红柿炒蛋失败了，圣鹅炒的失败了。炒那鱼干。还有咱们那个卤汤的。花不是。对，最后一场可以啊。那两场都需要阳光的呀。哪两场？碰见老川。就是孩子不是拿水枪回来那个，不是需要太阳的吗？嗯。啊，就是，咱们训练好那个，训练排练好那个，结果没拍那天。啊，是啊，那个是要要，就是转那个夜，就是那个夜戏了啊，吃饭那个是吧？对。OK。对，那就直接转这个了啊。嗯。吃饭的夜戏。就跟那我看这几场来着。吃饭的夜戏。哎，五十二，哎。二十八杠二百，二十七杠二百。二百。不是，杠二。你看二十七二八，哎，剧场呀那是。二十七二吧。是不二十七？试衣服那个。是。
二十五杠二。这四个人坐着火车，就是反正倒腾说话。25成。我们如果说是把那个剩下的话，把棺材那个剩下的话，就如果放在老宅的话，就单拍一个棺材的时候。老祖，他们都是老，我看都是大年纪。对呀、啊，是啊。失策，已经有出路是吧？嗯。那会好一点。窗户先拍一个全的，全的，一溜画弄完，然后再看。그럼창밖에서그풀자먼저찍고소리부터这样的话就现在就可以打光了。嗯，그럼지금부터又可以打光。对，而且从窗外打的必须要遮的。对。哟，开始了，开始。我那边都准备好了吗？是我媳妇掺这里吗？鸡蛋炒什么？鸡蛋炒辣椒。要不这个它就没颜色了。我不拍了，兄弟。飞两块煤进去啊？呀，那个飞两块煤干啥？哦，那我就拿出来，这个铁饭碗，先拿出来。小宋，这是啥菜？屁股上长牙了啊！他爸爸，这是啥菜？啥菜？栀子。这个是娃娃菜，不是桃。这个是娃娃菜。大白菜。是娃娃菜。啊，娃娃在菜里叫。好香。娃娃在菜里叫娃娃菜。这是我。我好香。那这个大学兄们一夹菜，应该就危险了。저희 BKM 왼쪽으로더오면될것같아요对呀、啊，自己动动心气就完。黄白眼。来了。来。
看到他从那窗外面直接推上去给那个卧室。창문밖에서집을수있나요？他说他得上炕，得进来。上炕是吧？嗯、上炕行呗，他叫上炕。然后另一台我们拍老川。好。对。好，接着听着，看着他啊，妹妹下来，卧土下来，卧土的嘴还是撅着说话，撅着个嘴下来，两人穿衣服走了，穿到里屋去了，穿上鞋走了，到里屋了，到里屋炕上了。这时候，爸爸在，妈妈在说那句话，哎。你也扎到你了，撅着他。刚刚在院子里，朋友消防你，我这个录音里没有这句话。对。他爷爷扎到你嘛。他爷可能老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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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跳回来就是端骨灰回来。行，消化你。好，调整一下啊。来，卧土站好。来，咱们走一遍，咱们走一张步吧。来，让包着衣服。你就当时是衣服吗？现在，当时也是新衣服哈。来，预备，两人站得直直的啊。哦，好，站好，看着爸爸妈妈。来，预备，开始。然后我也带着娃娃们进城城。现在进不成，住也住不成，他们不住也住不成。你现在有新衣裳穿，有学生，再不要跟我赌嘴。你们给我搬睡觉，我找爷子。好，你也不要跟来。都拖他来吧，我没穿。睡觉去吧。走，睡觉去吧，走。好，这个利索点啊，睡觉去吧，睡了个屁股麻的，又不够买，走了。开门。好，我们那个在里面先怼一个两个小孩的正面的，完了以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从窗外。给他们双人的小孩走了以后下车走下床走然后给他们俩双人的就完了이거 OK 고요하나는그정면으로우리두명찍고그리고또한것은청